各位叔叔阿姨、大哥哥、大姐姐，早安！我是万金圣母圣殿道理班的小朋友，欢迎收听耶稣加油站。上主对自己的一切诺言忠信不欺，他说：“我要赐给你们一颗新的心，在你们五内注入一种新的精神，所以仰望上主的，必获得新力量，必能振翼高飞，犹如秃鹰，疾驰而不困乏，奔驰而不疲倦。”现在要和大家分享一句圣言，伊莎伊亚先知书第46:11。上主说：“我说了，必要去行；我决定了，必要去做。”耶稣说：“我要赐给你们一位护卫神，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当这位真理之神来临时，他要把你们引入真理。我要把我的神引入一切有血肉的人身上。”上主的断语。现在，天主必定要保守我们，让我们在平安中信靠他，以仰望的心等待他再次的来临，涤除我们的罪污，净化我们的心灵。为大家分享一首圣歌。深深我全心欢迎你，感谢你收听耶稣加油站，耶稣爱你。